对于我来说，沙漏意味着时间有限的。啊，就倒计时的意思呗。好日子不多了哟。代表了无限的可能性和期待。荒岛求生。首先做一下自我介绍。大家好，我是李志廷。不服输的一个人，我来到这儿了，我就把我所有潜能我都要发挥到极致。来，谁怕谁呢？爆发力比较擅长。柔韧比较弱。啊！对，屁股向上偏，上屁脚呢？停住！我希望遇到强的对手。真正可以跟我好好 PK 的人。大家好，我是歌手演员王子异。我理解的健康生活就是适当的运动。Let's go, go！ 王子异来了，王子异来了，快走，快走 ，Let's go！规律饮食，这个有500卡吧？你们现在不能喝冰的。你怎么不吃了？我不饿。这个男人怎么这么自律？加上一个好的心态。希望可以成为团队的粘合剂吧。三二一，加油！好兄弟，帮助大家粘合在一起。走吧。这节目需要我这样的好身材啊。大家好，我是陈佑维，我的代表作就是我自己。我救完了喝茅台了，那气儿。我手有不为如，这里太舒服了呀！来吧，来吧，吃饭吧。我觉得这个米饭有点贵啊。我跟你分。来一碗吧。你想不想吃这个？拿我就吃。那明天我来付吧。好的，好的，好的，好的。志廷哥，30块钱付一下。那我太喜欢别人请我吃饭了。Nice。我是德云社相声演员周九良。行，加油加油。对自己要求不太高，节奏感好极了，很容易放过自己。对，放弃 OK 停。没有人来事儿，只要你肯放弃。我要在这个节目当中减10公斤。好嘞，谢谢。海浪站台去沙漏岛，李志廷，我是3号登船口。我都已经听见海浪的声音了。I'm coming.